大家好，我是旧金山市长候选人李爱成。我在旧金山住了38年，在市府工作近20年。我是一名家庭社工，我了解你的需求。美国华人当自强，保护我们的孩子，保护家人和财产，让我们不再做沉默的羔羊。请你投票支持我，成为旧金山的新市长。谢谢大家。